รักกอรักกอบ怎么不过来？算了，没关系，等会我进去看看吧。我有话跟你说，我。要不我们还是到里面去吃吧，也行。你刚刚说有什么话想对我说？我是想说，马上要元旦了，你打算去哪儿跨年？去哪儿都行，你安排就好了。你先用这副吧。怎么不见了呀？什么不见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我买了两本新书，然后我没找着。你先吃饭吧。我帮你一起找。不用啊。要不然你回房间帮我找。就是两本没开封的新书。你可真是专挑关键时候给我掉链子啊！哎呀，啊！太难了。我去上班啦！今天跨年晚上是里聚餐，就别等我喽。你去哪儿吃啊？我晚上去接你。不用了，就在家附近。那你几点回来？不管了，反正早晚得回来。爱奇艺去 Black 四里邦，我的地当的在。